利用手背的力量劈开筷子就行了，只要速度够快，嘿嘿，你的观众就看不出来喽。才会在意落在我时间里的雨滴，所有人在崇拜镜头里的我，只有你才会懂我藏着伤口的那个我。是谁你给我那一座叫宽容的天堂，让我能轻声能疗伤，没那些挑剔的目光，帮我逃离冷血的战场。有一首带着阳光的歌唱，一首歌照亮你的心。只有你才会在意落在我时间里的雨滴，所有人在崇拜镜头里的我，只有你才会懂我放纵伤口的那个我。谢谢你给我那一座叫宽容的天堂，让我能轻声能疗伤，没那些挑剔的目光，帮我逃离冷血的战场。有一首带着阳光的歌唱，一首歌照亮你的心。我心默默的关心，默默支持我呀。来，让我用心为你唱一首歌，我不会再寂寞。用一首带着阳光的歌唱，一首歌照亮你的心。飞哥你好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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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跟大家问候一下，问候一下。各位现场的老朋友、新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歌坛新人郑元畅。飞哥你好，掌声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我们这个节目多少人在看？纽约的朋友都包飞机过来这里看，我们坐在节目，就在这边里面。你看 ，Hello，Nice to meet you。还有日本，你哄你哄啊，真的、哦、对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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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飞哥，请多多支持，这是我的个人首张 EP， 唱一首歌，第一主打就跟你的最爱林志玲一起在里面跳个舞一下。我哪里敢说，林志玲是很多人的最爱，是是是，但是你是林志玲的最爱，这个就可怕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林志玲，据我消息很灵通啊。
因为这个他拍这个 MTV 的时候啊，林志玲是自说，哎，那我帮他，我愿意跟他一起跳一支舞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主动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那你要知道，林志玲这一辈子只跟三个人跳过，比如说，第一位是郭台铭先生，有没有？哎，郭台铭，你不用去很生气，因为郭台铭是用重金请他来帮忙，哎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不是发自他内心的嘛？也不是这样说啊。对，第二次呢是跟我跳过一次。这个音乐好庄严哦！哎，对对对，就是很了不起嘛。所以我那个呢？那是不是林志玲主动要求的？哦，哎，是新闻局在金钟奖的时候希望我跟他跳一支。哦，好，哎，说不定他还不是很情愿，是不是？哎，对对对，因为我常常我的头啊，常常敲到他的肩膀，这个身高差太多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不一样，林志玲主动要跟他跳一支舞，你看看。后面的发展后来怎么样？后面的发展就是非常的顺利，我们到现在都没有联络了。没有，就是他有祝我唱片大卖，然后他自己看到 MV 自己非常非常喜欢。对，而且他也自己有预购了20张了。好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难怪。所以说这张唱片，原唱的这张唱片，刚刚才出版就已经这个耀声排行榜的第一名。谢谢，真的，谢谢大家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谢谢这个，这个原唱啊，是你上过我节目吗？有。对对，我其实我心目中有两个女生，就是我很心仪的。是，那因为有了这个年龄差的距离啊，才有美感。所以我不是，哦，真的。对啊，真的吗？你觉得有年龄的距离才有美感？真的。那你的意思，所以你心仪的另外一个，我可以追她吗？比方当然可以啊。你是有两个，第一个就林志玲，对，那她愿意主动跟你跳舞呢？我对她的这种想法也已经幻灭了。那你说的美感，那是只能停在美感了。第二个女生是那个，跟你是一起来过我们节目那个，是林依晨，她也在我的第二主打《不死心》的 MV 里面，就是又来一下，就是又来又合，因为我们是老搭档，所以我们又来合作了一下。哦，就所以我两个女生，对不对？我都很非常喜欢，全部都在你的身影里面出现，是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可以就是听着我的歌，可以就是可以用精神跟他们交流一下。对，好了，今天真的很高兴原唱到我们节目里面来，谢谢，掌声加油，给他鼓励一下，谢谢。你要爱不爱，别爱帅不帅，你明知我会要。你会